就係聽。唔使驚㗎，唔知道。我都發聲了。 有咩聲啊？我们彼此被拥抱。 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了，又送着疯了，却无效。I'm just a corner for you, baby. Isn't cruel, Taylor and Judas, baby. Judah, Judah, ah, Judah, Judah, ah, Judah. 我是山地上的老酒鬼，老酒鬼就喝这个小米酒。Sayang amaku, saya makulai masa. 好像贵子，孩子要蛮大，要12个、18个都没有关系。谢谢哈。 Karena orang yang senang, sibuk kuat, tenaga, tenaga ini mas mapa. Ayo, 真的成功了！不要动，不要动，别动，不要动！哈哈哈，好长的睫毛。成功了哎！好棒哦！秋凉地上快，拉上去，拉上去。Say goodbye。我家要扁你了。 Sibir, udah selesai. Masih no. 那你要唱那个泰雅歌，歌名叫什么？叫玛雅的彩虹。玛雅的彩虹。这是之前一个齐秦的一个乐手叫布朗尤干，好像是乌来的吧，也是泰雅族的。然后在齐秦一场好像对岸的那个演唱会，然后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摔死就挂。然后这一首歌因为他就有红一下下。哦。对啊。啊，他那时候有发生意外就对了。嗯，没错。那个这首歌名泰雅话讲怎么讲？嗯，这首《玛雅的彩虹》，我不晓得它的歌名，但是它里面都是那种我们的话是一样，完全一样。好，那就你开始表演了。好。Jagaku yulu, cuma kita kudu kamu, kasaga sepinataya, semalam dengan uminu manu lagi natayan, loga kanita babau nyaho utunya.Skuramita, buking gesya, skuramita, bernaga, lauka kapal kami berhamasua, niumaki mespi tayan。就是这样，很棒很棒。那歌词是讲什么？可以大概解释？他在讲一个泰雅族一个族人的梦想，就是说你就算出去哪里啊，去哪里就是不要忘本，意思就是不要忘本。那它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因为泰雅族嘛，就是以那种彩虹等于是我们的那种跨越一个境界的那个桥梁。嗯，对对对。那它里面也有融入在里面，我们死后可能会那个就是变成我们的类似人家汉人在讲的那种类似奈何桥之类的，但是我们是彩虹桥。嗯，对对，越过去你就会找到你之前失散的族人，就是家人，对，是之类的，就是意思是，他的大纲就是不要忘本啊，你死后你还是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对，大致上是这样。哦，好，谢谢他。再讲一下你中文名字叫什么？黄汉龙，泰雅名字。瓦丁哈用，几岁？23。村别跟乡别，南澳乡南澳村。泰雅族哈，对，没错，答应。好，谢谢。好，瑞妮，这是一个小小的梦想。你要急吗？28万哦，存多久买的？很久很久。养这台车不便宜吧？很贵，不是很好养。对啊，什么都要钱，光是油钱就受不了。这几 cc 的？1300。1300。嗯。哎，那个阿密斯的美女，你坐这种车会不会很紧张？不会啊，很舒服的，还蛮好坐的，因为后面。哦。这买多久了？也才2-3个月而已。哦，2-3个月。对啊，不久。新车40几。嗯。那新车就更贵，还要40几万。你这种身高骑起来还蛮好看的，这适合。那是你父亲吗？那不是，那是我大伯。哦，大伯。这样骑到花莲要多久？应该1小时就到了吧。你们常这样骑着来去啊？蛮长的，所以就路况会比较熟悉。嗯，你没有骑这台飙车吧？你没有啊？那你去了没？你那去了吗？没有啊。你要不要穿？你要穿？这维修费什么会贵吗？有需要什么维修吗？基本的保养应该已经跟车子差不多了。嗯。那如果说有一些消耗品也是跟车子差不多、啊。嗯。如果说是维修的话，哇，那维修因为它零件都是属于那种进口，嗯，所以会单价比较高一点。嗯。所以这台车放假才骑。这台车骑起来很爽吗？还不错。很拉风啊。对啊。骑起来 OK 啊。啊。 是哪一个牌子啊？这台吗？Honda，日本的。对，日本的。这个车比较稳定。啊。这个下雨骑会不会不方便？所以我刚带了一些雨衣啊。哦。对，带雨衣就还好了。嗯。我要看这天气，在下雨前我就回来了。嗯。好。你们家里是最高的、哦？对啊。哦。 好，拜拜。你就吃这个车吧。啊。OK 啊。好，骑慢一点啊，不要飙车啊你。拜拜。拜拜。话法教警告。爷爷是牧师，是源头吗？道的土种。